这个，首先这个要谢谢这个欧部长啊，我们的这个老大哥哈，他也是我们这个啊基金会国安组的啊这个科座的啊这个研究员哈，还有黄介正黄教授啊，这他们两位你们都很熟悉。那黄教授现在在丹江的啊战略研究所哈。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啊，这个啊，这个当教授，那他们两位都对这个国际政治还有国际安全的议题都非常熟悉，所以请他们两位来这个啊，这个说他们的做法分那个看法，分析一下这个阿富汗的。这么快就被塔利班手啊、这个掌控，然后未来的后续的发展会是什么？来做个这个报告。那我个人的这个先说一说我这个我们召开今天的这样一个记者会的啊缘由啊，因为阿富汗的问题，说实话是。在国际上下都成为头版头条的这样一个消息了啊。那在台湾有很多的朋友们，大概也心里有很多的不安，就像是当年目睹这个西贡沦陷啊，越南被完全的占据的那个心情一样，啊，有很多的担心说，那阿富汗目前正在发生这些事。这个这么快速的就被塔利班所夺占哦，那美国的这样有迅速的撤军这样，那台湾因为长期都有安全上的顾虑了哦，所以有很多人会有这种类比啊或联想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开这个记者会，同时可以理清一些问题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说，阿富汗之所以会这么快的就落入塔利班的手中，当然跟阿富汗的政府啊，原来的政府啊，这个作战的意志力太低，然后贪污腐化情形太严重了。看这个全球廉洁指数，阿富汗是全球贪污最严重的国家排第三名的啊，所以这个当然会影响到人民的观感，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度，然后当然他们也整体来讲。他政府军的作战的意志力当然也比较的啊薄弱了哈、哦，可是另外一方面哦，阿富汗一直有个传统，就是他们坚决的对抗进入阿富汗的外国的军队，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帝国的坟场，他们打败过英国的军队，打败过俄国的军队，所以。现在他们打败了美国军队，啊，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个民族主义的战争，啊，甚至是一个宗教的战争。所以塔利班的战斗意志是很强的，而且他很成功的宣传，让人民认为美国是一个侵略者，所以把美国赶出阿富汗，等于是阿富汗人民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传统之一的历史的这个一部分这样，但是整体而言呢、啊、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美国的撤军的计划哦，太粗糙，太仓促，规划这个严重的不周，才加速了阿富汗的这样的一个败亡。坦白讲，阿富汗是迟早是会落入塔利班的手中。美国的评估，全世界多数观察家大概都这样认为。可是这样的迅速的到来，这样快的被塔利班就控制了这个阿富汗的全境，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我个人认为，其实那个导火线，真正的导火线，就是七月二号巴格兰的那个撤军的行动，清晨三点，美国的军队趁着夜色。匆匆忙忙的撤出巴格兰，这个美国在
啊，阿富汗的最大的空军基地。到天亮的时候，阿富汗的指挥官才发现美国军队全部撤光了，留下一些车辆，还有5000名的囚犯，主要是被捕捉了支持塔利班的这些军人。所以这个让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啊，整个心房崩解了，整个战斗意志就瓦解了。他们就认为说，美国现在就是要不顾一切，不顾他作为超级强权的这样一个颜面，这样一个地位，他就是急着要逃离阿富汗。那就长期依赖美国作战的这些政府就认为说，那完蛋了，阿富汗完蛋了，所以很快就有阿富汗的士兵逃亡到塔吉克去，因为这里面有相当程度的塔吉克人。阿富汗境内的民族很复杂，其中的比较大的一支的其中之一啊，就是塔吉克人，然后他们就逃到塔吉克共和国去了。所以这个粗糙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批评？是美国国内也不只有共和党，连民主党自己都认为这个计划太仓促，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呢也非常的差，没有按照原来计划就很粗糙，又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来进行啊。那其实这个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是越战的阴影呢又回来了。你知道从1975年的4月，西贡沦陷，到1990年，美国开始派军到波斯湾，然后在次年发动战争，中间大概相隔16年，也就是说，美国其实是整整花了16年，才走出当年越南沦陷的那个阴影。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阿富汗人民蜂拥像潮水一样涌进了阿富汗的这样的一个机场啊，喀布尔机场，然后开始也出现塔利班的那样的一个真正的面目的那一面啊，原来的那一面啊，譬如说 CNN 的女记者要采访阿富汗这个塔利班的战士，塔利班战士跟他讲：“你站到一边去，因为你是女人。”这个会很震撼，因为塔利班本来就对妇女非常的歧视，所以那种塔利班这个破坏阿富汗人民的那个消息会不断出来。未来，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这个翻译，美军的翻译。还有情报人员、军人、警察，还有那些官员，这些大家都塔利班要报复的对象，对他们来讲，这些叛徒，美国再怎么接也接不完这些人啊！这些人，多数的这些人跟他们的家里人，你要么就逃出去，要么就只有留下来，所以他们绝对是被迫害的对象。这种消息会层出不穷的出来，特别那个难民涌到巴基斯坦呐、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啦，那样的一个画面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美国人会非常的愤怒，因为花了1兆美金20年来，然后呢，美军死了2448个人，然后跟美国签合约去当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合约者或者是叫聘雇人员的这些人死亡3846人，受伤的人更多。那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死了这么多美国人，伤了这么多美国人，最后却是用这种方式撤离阿富汗，然后阿富汗人民现在开始要恢复到水深火热的生活，所以美国人民会非常的自责，非常的内疚，然后也会非常的愤怒，所以会有很长的时间，那个阿富汗的阴影没有办法逃离。会在美国社会里面继续酝酿，在那边发酵，所以会有很长的时间。我如果美国根本不敢派大军到海外去作战，这个我倒觉得我们要去记住了。这样，我最后只想讲的就是说，台湾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现在开始有一些类比啊，说今天的阿富汗可是明天的台湾，我想这样的类比是很不恰当的了啊，因为毕竟台湾跟阿富汗的差距是很大的，因为两岸之间毕竟是有一个说小也并不小的台湾海峡，说宽 并不宽，但说不宽也还蛮宽的一个台湾海峡相隔。而台湾跟阿富汗也不太一样，阿富汗是个高原，然后地形非常的崎岖不平，有些还是完全的沙漠地区，冬天酷寒下大雪，夏天的酷热，这些都非常不利于这个机械化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台湾 相对来看有一个这个海峡，所以大部分的战争大概会先在海上跟空中进行。那台湾目前来讲，我们的 陆上跟空中的武力还有反登陆的这个武力并不弱，我也不认为台湾的作战的意志力会那样子的薄弱，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是有一点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深深的放在心里。第一点就是20年前美国进军阿富汗，20年后美国撤离阿富汗，从拜登总统到多数的美国人民都认为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一个进军一个撤军，但是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当年跟我们断交，现在回过头来拉拢台湾，美国主持人也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国际政治学的大师 Morgenthau 说过一句话，外交政策就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可是对一个小国来讲，我们肯定要记住了，解释国家利益是什么，那个权利啊常常是在强者的手上，不是在弱者的一方。尤其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怎么做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什么样的环境是适合美国追求他的国家利益，这个解释权决定权是在华府，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国家。所以大概我们必须要注意就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可能美国对我们非常重要，可是我们还是要设法来扩大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可能也要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这里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跟美国国家利益不会完全是一致的，全世界没有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追求对外政策、两岸关系的同时，我们要去想的就是说怎么追求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有国家利益要追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要追求，相符合的时候对中华民国最好，不符合的时候我们要设法要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要依赖美国，但是显然不应该全然的依赖，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也要自己的战略，用这些东西来保护我们自己。这个我说的太多了，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请这个欧部长，请。各位记者朋友，刚刚我们的林召集人已经这个提到，第一次阿富汗撤军呢，跟当时从西贡撤军呢，这个实在是非常类似，都是打了20年战争以后，结局都是美军落荒而逃，而美国政府支持的政权呢，也迅速沦亡，北越很快就完成越南的统一，而现在塔利班分子也是势如破竹，快速向首都推进，预计很快会拿下政权那么一个强权的国际地位跟影响力
不只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履行国际承诺的政治意愿。在越战时期，美国的国力啊可以说是处于巅峰状态，而那个时候他的政治意愿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政府终究还是屈服于国内的反战压力啊，背叛了他的国际承诺。那么这一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显然是因为长期在海外用兵，大量耗费国家资源，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发展。尤其是眼见中国大陆的崛起啊，已经对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造成很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呢，就动摇了美国履行国际承诺的政治意愿。那么美国这个举动虽然是有损他的国际信用，但是实际上是很务实的做法啊。不过这个做法也让国际社会警觉到美国的承诺是不可靠的，美国的诚信可以说是已经完全破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美国最亲密的盟邦英国反而是对美国政府批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烈，连美国自己的媒体《纽约时报》都警告台湾说美国是不可信任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虽然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结合盟友共同行动，以替代川普时期的独断独行，但是美国必须啊加倍努力，展现诚意，而且要不忘记考虑盟友的立场跟利益，才有可能赢回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否则恐怕很难以实现他结盟的目标。那么美国事实上为了他的国家战略利益，长期以来是惯用假借捍卫人权以及进行反恐战争的之名呢啊，并且以无数无辜生命为代价入侵他国，造成无数国家陷入混乱，民不聊生。阿富汗撤军又增加了一个历史，美国国际形象也再度受损，连带也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拜登在宣布撤军的时候还说啊，阿富汗战争啊是阿富汗自己的战争，应该自己解决。既然这样，那么20年前你为什么又干涉内政介入阿富汗的战争呢？其实美国在海外用兵啊，到处用兵啊，哪一次不是啊干涉人家内政，哪一次不是啊这个介入人家自己的事情。而且按照拜登的逻辑来讲的话，既然美国政府一再重申尊重一中原则，那么两岸一旦开战，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战争啊，我们自己的事情，那你是不是要这个尊重你自己说的话，不要介入，让我们自己解决啊。而且美国政府告诉阿富汗政府说，美军撤出以后，阿富汗政府军至少撑6个月到1年，这不就是明白告诉他你终究是会被打败的啊，这当然就很严重的影响到阿富汗军队的士气。而且你撑了6个月1年以后又如何，这不是你明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要么出逃要么投降。美国政府这种做法实在是非常不道德。
根据媒体的观察跟报道，目前的塔利班分子好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偏激，执政以后可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我当然是但愿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假如这样的话呢，对地区和平安定应该是会有所帮助。目前西方国家慌乱成一团，忙于撤退，使馆人员呢这个撤侨，而中国大使馆好像显得比较淡定啊。而且这个7月28号啊，塔利班的这个二号人物啊，马拉尔的还在天津跟王毅会了面。据报道啊，在会晤中，马拉尔表示希望获得中国的经济援助。那么就中国来说，为了降低塔利班政府对疆独的支持，有必要讨好，维持跟塔利班政府的良好关系。所以我认为极有可能啊，中国大陆会跟塔利班政府进行合作。事实上也据称在王毅跟巴拉尔的会晤中呢，王毅已经邀请塔利班政府一旦执政参加一带一路的计划。那么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大陆对塔利班以及该地区的影响力是在提升当中，而且进而提升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是造成反差的发展啊，也这个进一步的增强了所谓的东升西降的形势。那么阿富汗事件让我想到台湾的处境啊。我们历任国安部长在立法院答复咨询的时候啊，都表示如果大陆武力犯台，我们可以支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么我要问的是，然后呢那我们的士兵为什么要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来打仗冒生命的这个风险呢我们是士兵，还会有士气来打这个仗吗？那么问题是啊，民进党政府以及绿营人士目前都深陷在美国会救我们的迷思当中，认为只要能撑一个礼拜以上就可以等到美国来营救我们。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承诺会派兵救我们，他们所有的相关的发言都是说协助我们对抗中国大陆的武器。那么如何协助呢？不外乎派顾问团啊，协助训练啊。此外啊，美国一直以来不再强一再的强调呼吁台湾应该加强自身的防卫力量，目的就是要把他汰换的武器高价卖给我们，报我们战争财产。那么各位想，这样的协助啊，能救得了台湾吗？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美国绝对不会派他的子弟兵为我们送死。即使美国派兵援助，最大的可能是到时候美国还是拍拍屁股落荒而逃到时候台湾是不是也是会落得跟越南阿富汗一样的下场呢？更何况北越塔利班的兵力和中国大陆的兵力来比较的话，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美国连北越塔利班的这种兵力他都打得这么的狼狈，你能想象美国一旦
对上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话呢，美国的下场会有多难看啊。那么在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我当然不希望看到两岸兵戎相见，但是无论如何，一旦动，大家想想看，会是北京先动手呢，还是台北先动手？我想答案很清楚，当然是北京先动手。那么北京先动手的话，它的作战计划必然是闪电战啊，必然是不会给国际社会介入的时间，也不会让台湾有反击的时间跟能力。所以我是认同马英九总统所说的他的看法，首战即终战。赵台湾先生说希望阿富汗事件不要成为台湾的前车之鉴，我也但愿如此。那就要看民进党政府如何妥善处理美中台的关系了。谢谢。好，谢谢欧部长，我们再请接政。是，谢谢召集人，谢谢部长。今天很荣幸邀请来参加这个跟媒体的座谈。我今天早上刚好也在一个报纸发表一个专栏写专栏非常的痛苦因为大家，我想大概台北大部分的人对阿富汗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所以我选择的角度就是从中国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的这一方面再折射回来台湾。那么其实阿富汗的这个问题已经20年了。当初美军进入阿富汗要做的事情跟后来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美国当初进入阿富汗是为了要清剿盖达组织，然后要把这个恐怖分子逮捕，这是他初始的目的。到后来呢变成了 nation building， 变成了就这个摊子收不了以后就变成要协助扶植一个美国所比较这个喜欢的一个政府。那么其实我们倒退20年来看，小布希总统的这个整体国安战略其实 regime change 就是改变他国的政府那么使他能够比较倾向西方，本来就是他的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可是在 nation building 上面耗日费时，美国也因为在阿富汗这么长的时间而把自己的国力走向下坡。那各方有很多检讨中间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也发现阿富汗内部情势相当的复杂，政治团体部落酋长国很多，那么所以可以说是一国多制的一个情况，各自为政，那么到最后变成一个扶不起的泥巴墙。那么任何再好再多的钱，再好的设计，再好的部队训练教官，都没有办法组织一个可以统合整个阿富汗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和军事力量。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结果。刚刚召集人讲的我非常同意，拜登总统所做的是一个痛苦的但是正确的政治决定，因为美国必须要止血。如果美国再持续的耗费他的国力资源还有军事的生命在阿富汗，看不到结束的时候，只会不断的消耗。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是因为美国竟然做出了一个低于我们期待水平的撤离规划。
那么让我们看到了美军在二十一世纪号称地表最强战斗部队，他在撤离计划上显示不出来是一个节制之师，啊，丢掉了太多的有价值的武器装备，只把人员撤离。那么当然会让，尤其是我们作为美国朋友的中华民国，内心有很多的感触。大家最关心的是，台湾跟这个阿富汗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昨天大家就喊出来了，什么昨日、今日、明日啊，这个这些口号，我也赞同那个召集人讲的，有些类比哦，很容易朗朗上口，啊，也好像有一定比例的触动了我们自己的思绪，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严谨的政策分析角度来看，台湾跟阿富汗不一样，但是感觉有相同。台湾跟阿富汗有什么不一样？台湾跟美国无同盟、无邦交、无驻军、无联训、无联演，五个都没有，既没有邦交，也不是同盟关系，美国也没有驻军在台湾，美国美军跟我们没有联合训练，美国跟我们也没有联合演习。所以大家媒体下标有些为了节省这个字数，会说协防台湾，其实那句话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而不是来帮忙打仗。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如果台海有事，他表达大概有四个阶层。第一个，我自己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国内民众的想法，第一个是美国替我们打，我们只要搬椅子就好了，啊。第二个呢，是美国跟我们打同盟作战，一起打，并肩作战。也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五个无啊，所以几乎不会发生。第三种呢，是美军会出兵，但是不会参战。美国会摆出一个态势，去营造、去形塑一个态势，但是美军不会跟解放军动手。那第四个呢，就是美国国会谴责啊，政府发表声明，啊，然后进行外交干预，大概这四种。如果台海有事，美国最快马上可以做的就是第四种，然后最多做到第三种，一跟二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国内民众，这并不是美国背弃台湾，而是美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没有联合训练演习就不可能打同盟作战，因为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另外，我们跟阿富汗不一样，阿富汗是一个衰败国家，刚刚讲贪污啊，它自己是一个失能的衰败国家。台湾不是啊，台湾是民主的典范啊，被全世界鼓掌的。第二个，台湾只有一个国军呢，台湾没有叛军呢，也没有在打内战，所以没有美国帮哪一方对付另外一方的问题。国军就是政府军，也只有一个。第三个呢，阿富汗是非常分散的，很难中央政府管理治理的一个分散的部落族裔，还有不同教派的分散体，而台湾是高度城市化、高度集中的一个环境。再来一个就是知识水平，阿富汗人的识字率啊，远远低于台湾，远远低于中国大陆。所以为什么美军花那么多钱没有办法训练出阿富汗政府军？我们不要讲说他有没有战斗意志啊，光教会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识字率很低，所以对于美国进去协助的，不管是美军或者是合约商，都感到非常的挫折。另外，台湾跟阿富汗不一样的是对手不一样了。美军那时候，美军的对手是塔利班啊的武装组织啊。如果台海有事的话，美军的对手是亚洲最强的人民解放军，当然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们跟现在阿富汗的局势有它相同的地方。第一个，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台湾跟阿富汗，台湾呢，对美国来讲，美国在台湾只有撤侨的问题，没有撤军的问题。那么大概有几千人到一两万这个美国公民，要看他的范围撤侨，但是因为台湾没有美军，所以没有撤军的问题。那么跟阿富汗比较相同的，就是刚刚欧部长一再的说，美国、英国有太多的这几天，不管是从 Twitter、LinkedIn 各报章、杂志、评论、电视讲的最最最伤的，就是美国的 credibility 跟他的 reliability， 就是美国的可信度跟可信赖度，美国的信用度跟可信赖度受到严重的灼伤，而且不会在短期之内让所有的盟邦朋友放心，美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重建。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中国大陆美军会不会帮助我们，对不对？可是我自己从事很多对美交流啊，我很多数字我不敢给美国人看。在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的后备动员体制之前，将来会改成什么样子不是很清楚啊。那过去是两年呢才有一次可能被抽到的五天的教召，这个我不敢跟美国人讲，因为这个讲完以后，美国说那你们自己去玩好了，我们不会牺牲美国子弟的性命去救一个不愿意捍卫自己国家后备体系如此松散的国家。我也不敢给美国人看民调，说18岁到19岁的年轻人有90%几愿意自己和他的家人，为台湾而战，但是到回答第二题的时候，有将近80%不愿意恢复征兵制。这些数字拿给美国人看，不是我们对美国失去信心，是美国对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失去信心。我们还没有讲到编列国防预算跟军购，光这些就就可以感受出来。再下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其实从对日抗战到台澎保卫啊，我们不讲太远，如果没有古宁头的牺牲，823炮战也是我们自己先付出惨痛的代价，美元才会到。古宁头的时候没有共同防御条约，823炮战的时候已经有共同防御条约了，可是美军真正的协助援助到位，都是我们自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以后，而不被击溃，美国才会出手来协助我们。所以最后我要讲啊，其实谈战争啊很容易，尤其是我们现在不缺这个键盘党啊，每天都在键盘上打。可是真正台湾的发展是要维持台海的和平，因为我始终相信呢，不打就赢，不战为胜。只要两岸不发生战争，
尤其是在未来几年，我们面对凶险很多，如何维持让中共中央军委无法下达决心，才是我们最重要努力的目标。与其期待美国来相救，不如我们自己做好一个稳定台海和平的一个角色。谢谢。谢谢这个唐教授。我想，台湾在美国人心目中，台湾跟阿富汗的战略价值是不太一样的。我刚讲，美国当时进军阿富汗20年前，多数的绝大多数美国是支持的，因为人家都打到你家里来了，而且911这个攻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个大楼就倒下去，然后几千人就埋在底下，连美国国防部都被攻击了，都被攻击都缺了一个角，还死了人。所以这是孰可能孰不可能，美国当然认为去攻打阿富汗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可是事后大家去想想看哦，某点来讲，这也是孙子兵法要告诫主政者的，就是怒而心失啊，就你非常的愤怒，所以你马上发动大军，既打阿富汗也打伊拉克这样子。就美国后来其实去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真正在战略上来讲，阿富汗的价值是不大的啊，对美国来讲那是属于非常边缘的这样一个利益啊。台湾的战略地位相对阿富汗来讲是重要很多了啊，因为它是连接东北亚跟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地位，而且是在第一岛链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样啊。以美国现在全力在防堵中共来说，如果丢掉台湾的话，那就等于美国的防线被刺刀捅了一个口，大概中共的空军海军的力量就直接就穿过第一岛链进入对第二岛链进入太平洋的深处，这个大概是美国没有办法去忍受了。所以今天不是美国多喜欢台湾，而是美国在对抗中共的时候不希望台湾落到中国大陆的手上，所以台湾的战略价值是经过美国的详细冷静仔细的评估之后认为台湾是很重要的。阿富汗的问题是美国刚黄教授也讲，最主要就是要报复宾拉登的凯达组织攻击美国，所以到2011年5月2号宾拉登被杀之后呢，是让美国的恨已经去掉一大半了。美国开始是想的是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离开阿富汗，所以当时说攻打阿富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是被夸大出来的，最主要是基于那种恨意那种要报复的欲望所渲染出来的国家利益。阿富汗对俄国可能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到中亚的问题，对印度也可能很重要，可是对美国来讲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其实并不是那样子的重要啊。相对来看台湾真的是比较的啊重要，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国家利益是会改变的，台湾一直都在这里，但是美国给我们断交再回来巴结我们，是同样的台�湾，同样的中华民国，同样2300万人，同样是台澎金马，可是美国国家利益就改变了，美国的外交的决策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让小国会害怕担心的地方，就是说大国的灵活度常常超乎你的意料之外，大国对国家利益的看法是会变的，是动荡的，今天的国家利益在明天可能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就可以把今天的国家利益就可以放弃了。所以台湾很重要，但是如何拉拢中国大陆结束越战，然后同时对抗苏联，对当时的尼克森政府跟后继的福特甚至雷根政府都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是卡特尤其这样认为了啊。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没有太多选择，我们只有跟美国做朋友。美国毕竟是全世界唯一愿意出售武器给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国家，美国也唯一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集结最大规模的军力投射到地表最遥远地方的唯一的国家。所以我们台湾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如果不依赖美国，你认为台湾可以依赖谁？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深思的。但另外一个要深思的地方就是说，不要有过度依赖的问题出现。我觉得台湾现在有一点点的开始到了一个边际，就对美国开始有在哪里，就提醒台湾美国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完全依赖美国，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会随着它的权势而有所改变的。好，美国的国家利益不是由我们来定义，不是由中华民国来定义来决定的。我如果要问我最后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要说的是说，政治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一切我们看到的战争都是因为政治的方式没有办法解决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歧见，所以才爆发了。因为会议桌上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到外面，到战场去打一仗。你们发现然后在房间里面吵架，最后说那我们到外面谈，就到外面，就是到外面打，不是到外面谈啊。所以政治问题是战争的根源。就克劳塞维茨我想讲的是很对， 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长啊，战争就是政治。所以为什么叫边打边谈，边谈边打，就是你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政治，到了战争爆发以后依然是政治操控你的战争的目标，操控你战争的速度，尤其操控你最后战争的结果，一切都是政治。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可是台湾现在思考的太多是一切都是军事，这个军事就是中国大陆不够强，台湾非常强，美国最强，不是我们跟中国大陆要打仗，如果大陆武力犯台的话，是美国一定会来打仗。美国挟着庞大的军力，不用到陆地上，海上空中就会击垮中国大陆。可这样一个想法，基本上来讲是多数台湾人的想法，不分党派，多数台湾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可是要一个假设啊，万全之计要一个假设，就是说，啊，万一他不来呢？越南会沦陷的这么快，其中之一是跟水门案件有关。如果不是水门案件让尼克森动弹不得，让尼克森政府动弹不得的话，北越没有那么大胆子敢这么快以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强的兵力去攻打越南的目标，而美国也不会这么迟钝，美国也不会近乎坐视不管的样子看着越南沦陷。因为尼克森后来就下台了，福特上来要背着赦免尼克森的原罪，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整合美国的力量去处理越南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太多的因素会影响美国对外的作为，那个因素可能是国际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国内的因素，而这些都不是台湾可以决定的，可以替美国决定的，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这就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讲政治很重要，我们军事上、外交上甚至高科技上面要高度的依赖美国，这是个事实。任何人主政，美国国民党主政，依然对中国、对美国是有这么大的依赖。要不然你的武器从哪里买？国民党主政也买了这么多武器，你要跟谁买？你告诉我，如果美国不卖给你。可是另外一方面，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不同，我们依赖美国，我们这个非常的依赖美国的善意，我们非常的重视跟美国的友谊，
我们跟美国是拥抱的，但是同一个时间，国民党愿意伸出手跟中国大陆挥挥手或是握一下手，拥抱美国的同时，国民党并没有忘记跟中国大陆维持稳定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试着跟中国大陆握个手，所以双方官方的交流是非常畅通的。现在令我们不安的是，两岸之间官方沟通的管道完全是切断的，所以双方如果有什么误会、有什么疑虑的话，没有办法透过官方的管道来解决，这是我们真正担心的。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在写一本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两岸政治关系要怎么处理，军事上不要让中国大陆太乐观，不要让中国大陆觉得说我不用兵则已，我一用兵我就立刻就把台湾击垮。美国人到来以前，就刚刚欧部长讲了，以前的部长我在当立委是这样啊，啊台湾可以守多久？民进党立委最喜欢问这个问题，一个礼拜呢还是两个礼拜？你叫这部长怎么回答？而且看起来民进党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要不然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我们国民党立委从来都不会问这个愚蠢的问题啊，当然可以守，而且可以守很久啊。所以民进党呢在讲台湾国民党没有信心，民进党最没有信心，专门问这种愚蠢的问题，而且一再的问。可是我们要问，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军事上不要让中国大陆太乐观，乐观到他可以随便对台湾发动攻击。国民党主政这么多年，中国大陆就是没有办法对用兵太乐观，所以不敢对台湾用兵。说国民党主政期间是全力在建军的，并没有松懈，这个是中共不敢武力犯台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靠美国人的。那美国给我们断交的时候，那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断结束的时候，那是怎么过来挺过来的？可是政治上我们还是觉得，就是我说的另外下面那段话，就政治上不要让中国大陆太悲观，不要悲观到认为说我跟你台湾根本谈都不谈，你是瞧不起我的，你是甩都不甩我的，我是再也没有办法在会议桌上跟你谈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问你中国大陆鹰派是不是就会崛起？中国大陆鹰派是不是就会告诉中国领导人，既然谈都不能谈，为什么不打呢？不就是两条路吗？不是就和，要么就是战吗？不就是谈吗？要么就是打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大陆那个政权，那个共产制度，我想绝大多数国民党的支持者也不喜欢中国大陆的自治制度。马英九每次到六四就要讲话，就是认为中国大陆解决六四的那样的手段是太过头了。所以我们国民党也认为中国大陆并不像台湾拥有高度的政治上的自由，可是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缺点，共产制度有这么多的缺点，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是我们依然认为为了2300万人的利益，为了2300万人的永续的发展，台湾跟中国大陆是要维持政治关系，要维持官方的沟通的管道，维持国民党那时候试着建立的陆委会跟对方国台办之间的热线的电话，是要维持那个的，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中国大陆的制度，或者追求跟共产党统一，而是为了2300万人的福祉，为了2300万人的安全。所以我觉得阿富汗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内部不团结，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出现这种迹象，民进党不断的指责国民党说我们支持中国大陆，说我们急着跟中国大陆同路，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民进党在制造分裂，曾用鹏都可以利用阿富汗问题在责备国民党，所以谁让国中台湾内部
不团结，谁在不断的指责分化台湾的社会，指责在野党，我就是民进党啊。所以其实阿富汗的问题很大的程度是败在他们内部不团结，民进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教训，不要为所欲为，即使小小的疫苗的问题，民进党都是一意孤行，在破坏台湾内部的团结。当你不尊重在野党的时候，其实你在指责、在抹红在野党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在破坏团结。OK， 我不知道部长有没有补充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开放给记者问问题吧，谢谢。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三位怎么看，就是说这个塔。我是那个华语新闻的记者，我叫林凯伦。那我想请教一下三位，就是说对于这个塔利班成立的新的这个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想说他成立之后对台湾或者是对东亚政局的这个影响，谢谢。这个问题，我看塔利班的这些首领恐怕都还不能够完整的回答。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情势，它真正的关键不是有没有办法成立一个政权，然后摆出它的治理团队，而是在于面对仍然四分五裂的阿富汗境内的各方的势力。我们讲了，阿富汗已经是一个失能的国家，是一个 failed state， 那么如何把它带起来是有相当相当的困难度。那么所以成立一个政府不难，但是要让那个政府能够做出跟原来的阿富汗政府或者是以前的塔利班政府不一样，改头换面，这个需要时间。因为新的阿富汗的政府可能面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与西方包括欧盟跟美国中间很大很大的猜忌以及不信任。那么所以阿富汗又必须要重建，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塔利班的代表团去天津呢找王毅啊。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有制胜的把握，7月28号见面的时候，那么当然会期待目前最有可能提供从外部提供这个塔利班政权相当支持的，尤其是财政经济上面支持的，可能也只剩下中国大陆比较大的国家。那么所以他如果没有办法让经济秩序让社会稳定的话，成立政权它本身的这个很可能问题通通都存在，这些包括难民会不会往外跑，他是不是还用基本教义派的严刑峻法，他是不是能够让已经非常低的识字率的20年战争学校都关门的情况之下能够重新把教育体系啊建立起来，这些才是他要，他都要钱。所以新的阿富汗政府当然需要外部的援助。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新的阿富汗的这个政权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让外界看清楚，就是它的本质、他的能力以及他的整个治国的这个意图啊，发展的意图，那才能够做判断，现在言之过早。我补充一点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变与不变，变的地方各位注意一下，他们这次新的国名叫什么，叫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你要知道，他20年前，他被打败的时候，之前他所用的国名是阿富汗伊斯兰国。我个人在猜想，为什么加“酋长国”这三个字？这是一种妥协，进行内部的妥协。因为塔利班的主要的支持者还是最大的族群，占阿富汗人口42%的普什图人，但是塔吉克的也占了27%，哈扎拉人占了9%，乌兹别克也9%，土库曼也有3%，艾马克有10%，所以这是很大的，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所以它是不同的族群的人组成了一个阿富汗。我认为这是他所以这么快的在最后的阶段就占据了整个的阿富汗，最重要的他得到其他的部落他们的支持，透过协商跟妥协，说本来反对他们塔利班最强大的力量是所谓的北方联盟，就塔吉克他们这些人啊，北方这些人，这是北方联盟完全一夜之间就倒向塔吉克，塔利班。我认为他们也做了妥协，这个国民就是一个妥协最好的象征，加上酋长国，酋长就是各族群的、各民族的、你们的部落、你们的领导人，这叫酋长。所以我认为他是试着改变，就是说塔利班决定内部要更加的妥协，而放弃了当年那样的强烈的排斥其他部族、其他部落、其他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激进的一个做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打仗可以撑20年？你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钱吗？他们是属于回教里面的伊斯兰教里面的苏尼派。宾拉登是沙特阿拉伯人，沙特阿拉伯人是苏尼派。所以苏尼派的国家包括这个卡达、海湾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偷偷的在接济塔利班，因为宗教的因素，他们很讨厌什叶派，所以他们去支持苏尼派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教派的势力的拓展。所以他们这些人对，还有对巴基斯坦，尤其是巴基斯坦，各位想想，宾拉登最后在哪里被杀了？在巴基斯坦。为什么？因为塔利班一向跟巴基斯坦的情报组织有非常密切的来往，所以塔利班最后是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情报组织的掩护，才能够在巴基斯坦躲了这样子的久。所以这些国家大概都不希望阿富汗的内战持续，阿富汗变成塔利班或者凯达组织输出所谓的革命、输出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因为美国会找他们算账，因为美国已经在杜哈跟塔利班达成了协议，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你阿富汗，你塔利班不准激进的这些政权激进的势力，尤其是凯达组织在你这里发展，然后在以这里当基地，然后输出暴力、输出革命，不允许。塔利班在上面签了字，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会有所变化的地方，而且他们最终还是要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塔利班他们要发表声明说，谢谢中国大陆在和谈的过程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中国大陆有参与，像伊斯兰马巴德。巴基斯坦的首都那个和谈，巴基斯坦是参与的，而且在卡达的那个会议，中国大陆是有派代表的，然后和谈其中还有一次是在北京举行的，所以这个塔利班的代表是直接走进中国大陆外交部里面的，所以中国大陆在和谈的过程中是有扮演他的角色的。说塔利班是感谢，为这个感谢，而最终的塔利班也说，希望你中国大陆呢支持我们发展经济。说这个是很明显，说这个大陆就不会改，会有所改变的地方在这里，就会变得比较温和，比较的侵略性比较少。但是不变的地方就是它跟凯达组织的关系。凯达组织
跟他们有教派的相同，就苏尼派，我刚刚讲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长期并肩作战，对抗俄国，取得政权。过去20年对抗美国，凯达组织多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塔利班是坚决坐在一起，住在一起。美国人希望塔利班跟凯达组织保持距离，可是这个效果显然并没有彰显。在很多地方你还可以看得到，在过去20年，凯达组织跟所谓的塔利班是公开露面的，不忌讳的公开露面的，而且并肩作战。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些激进组织，当然还有其他组织，它比较著名的是凯达组织，他们如果不放弃那种所谓的革命造反、输出暴力的那样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的思想的话呢，那塔利班就有可能会某种程度容忍姑息，他们在利用塔利班、利用阿富汗做基地，在拓展他们在全世界，特别在中东甚至东南亚啊，像印尼啊这些，还有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这个就是美国害怕的。那刚刚黄教授也讲了，结果如何，我们大概只有等着看。外界所能影响的看起来也不是那样的大。我中国大陆的确未来是有可能在阿富汗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会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原因是也巴基斯坦就是一个牵线者。部长你好。各位记者还没有，朋友还没有什么问题要好请。想补充请教一下欧部长，就是怎么看，就是说拜登现在坚持撤军，认为美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哦。那不过有一些国家有反弹，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如果要承担这个责任，你觉得拜登政府可能会做出什么对策？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拜登针对这个神学式的政权，还有阿富汗的政治领导人或者是政府军，未来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那另外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林玉芳委员，就是说目前中国接手这个阿富汗的这一个现在这个政局嘛，那想请您谈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现在会第一个承认神学式的政权，那您怎么看他们现在两边的关系，那还有他们未来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来达到他们最高的利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就是说现在有最新消息，就是这个布林肯已经有跟这个王毅有通过电话。那不过中国事后发的这个声明其实蛮酸的，说这个美国不可以一边打压一边希望中国配合。那你怎么看美国怎么应对？谢谢。就是说拜登现在撤军嘛，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错。那有一些国家其实是有反弹的，那您觉得说美国怎么样去反应对于这些国家反弹的一些情绪？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拜登他们未来对于神学式的政权或是阿富汗现在的政治领导人或是政府军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啊，美国政府第一次甘冒啊这个违背他的国际承诺啊，严重影响他这个国际信誉的情况下，做了这个财经的这个决定啊。他事实上已经国际社会有很多负面的这个批评啊，甚至他国内的这个批评也非常的这个严厉啊。那么我相信他所能承担的就是啊，我是做了这个决定，那么呢我对这个事情负责任啊。但是就美国利益来讲，他还是要这个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信任啊。刚刚我们这个黄教授也讲了，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啊，但是呢他现在承担的就是我是做了这个决定啊，但是呢是影响我的身心，但是我还是啊会努力去啊这个重建盟邦对我的信任。
那么这个对这个新的政权呢、啊，我想这个美国这次撤出啊，已经看出来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啊，这个行政效率是非常差的啊，这个撤出这样子这个糟糕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他跟塔利班之间这么长久时间的这个对立啊，啊，所以相信美国政府对于塔利班这个政权呢、啊，以后可能啊，影响力啊，啊是会减到最弱，尤其是啊，这个塔利班这个历史上跟俄国、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当然俄国在塔利班也曾经吃了大亏了啊，但是呢，就地缘政治来讲的话，这个俄国是非常重视塔利班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大陆因为有疆土的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有很多的疆土啊都受到阿富汗的这个掩护啊保护，所以呢我刚刚也提到，可能这个中国大陆啊是需要加强跟他的这个关系啊，争取他的友谊啊，免得这个疆土啊继续啊得到这个塔利班政权的这个支持，所以就对塔利班新政权来讲，我想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啊可能会啊降低严重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只要看看中东其他的国家啊，这个是美国盟邦的中东国家有几个，所以呢美国在中东可以说是一再失去啊它的这个影响这个范围啊影响力，所以我相信对这个新的这个塔利班这个阿富汗政权的话，美国啊大概是啊不会有这个有可能啊继续啊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来加强跟他的关系，谢谢。啊，是谢欧部长哦，我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对阿富汗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是防卫性的，主要还是防卫性的，就是疆土的问题。因为曾经疆土有跟这个在阿富汗接受了训练，获得一些的武器的支持，然后回到新疆，啊，然后甚至进入北京。在面啊发动这种所谓的制造动乱啊，发动武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这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的全心全意想要做的现阶段就是说要切断，不要让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恢复对疆土的支持，这个很重要。而这一点呢，这个塔利班的特使啊，他们政治委员会的那个等于是主席啊，也很坦白的告诉这个王毅，他们是有发表声明说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允许任何的这个这个就是外来的势力在阿富汗这个发展，然后去这个破坏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领土的完整，他发表类似这样一个声明了、所以对于北京来讲，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新疆的这样一个动乱。他在新疆这一系列这一阵子采取很多政策被西方所攻击，他的目标也其实就是要断绝所谓的藏独的这样的一个死灰污染的这个可能性了。所以我当然这个对于塔利班来讲哦，西方国家会有很长的时间，包括日本啊这些欧洲国家，当然尤其美国会有很长的时间，为了颜面的问题不会跟阿富汗的新的政权打什么交道，更不会去那边投资，更不要说大规模的投资。所以目前看来看去，
他只能仰赖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援助，因为俄国的经济力量也不强大，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提出一带一路有他的战略的考量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去讨好安抚或者是强化他跟塔利班这样一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关系，而目的还是防卫性的了哈。那未来长远要怎么去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嘛，你刚刚讲到他是很酸嘛，是不是？对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大陆觉得你美国用尽所有的力量拉拢你的朋友一起来对付我嘛，可你这时候对我自己有所要求了。我觉得为什么布林肯要打电话给王毅，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美国整个在阿富汗的撤离的行动非常不顺畅，如果没有塔利班的合作的话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这么短的时间美国还有几千名的美军的翻译人员，还有跟他们合作的情报人员和加些一些官员还有他们的家属，美国承诺要把他们撤回到美国本土去，但是这个行动，这个撤离的行动怎么被打乱了，来到八月底才要完成这些撤离的行动，可是现在到八月中就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了，这现在很多因为整个的阿富汗全境已经被塔利班所控制，包括喀布尔，这些人如何能够，而且每一个街道你们可以看到喀布尔的这个街道，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转角都有塔利班的士兵背着枪，武装士兵在那地方防守，在那边检查，所以这些人如何能够带着美国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文件，然后要一路前往机场，然后离开，不可能，连美国大使馆都被占领了，所以美国大使馆已经移到这个喀布尔的一个机场去办公了，所以很难，更不用讲喀布尔以外的那些城市那些地区，美国想要运送的人想要带走的这些的人，他们如何走得了，对不对？包括美国的一些的可能必要装备也要带走，你要运走要从喀布尔的市区要运出来，这个大家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布林肯是很务实的，也不得不去拜托王毅转请塔利班网开一面啊，让美国好做事了，可以顺利的完成，要不然像有人攀上飞机然后在高空掉下来活活摔死，这种场面不断的出来，美国是很丢脸的呢，这么多的难民围在这个机场挤着都要出去，这个是美国面子上是真的是挂不住了，美国的形象不仅在国外在国内都严重的受损了，他想要减少这样的画面，想要快速的撤离离开，所以需要中国大陆协助，你也可以看得出在美国心目中中国大陆现在在未来阿富汗新的政治局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看起来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好，就这样，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教授有没有？各位有没有问题？录好，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OK。今天是提问，想请问一下欧部长，那个2011年海地地震，然后在马政府任内，我国空军有到美国去中转加油后，再经由多米尼加到海地实施人道救援。那昨天明明是民间的搜救团队去，就被拒绝了。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形式上的差异？我们对不只是邦交国了，啊，这个甚至无邦交国啊，我们也这个在这些国家发生这个天灾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基于人道的考量啊给予援助。那更何况海地是我们邦交国，而且海地啊是全世界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好像这个排名是166几吧，全世界不过一两百国家，但是它这个贫穷程度啊，到了这个排到
160几啊。但是海地它是这个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啊，不只是在中南美洲，全世界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就是海地。但是呢，海地这个很可怜，这个那么一个岛上呢，啊，好的比较富裕的这个四分之三土地啊是属于多米尼加，那么属于海地的呢就是啊那么一小块呢这个山区，完全是没有办法这个发展，它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呢它长期以来都是啊这个需要啊很多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援助啊。那我们是在海地有很多的合作计划啊，可能是这个计划的这个金额会超过其他的国家，那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穷啊。那么有一些计划实际上有时候我们是这个透过国际组织或者是跟美国合作啊来进行的啊。事实上海地这个我们的援助成效还很好，这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能够维持跟海地啊这个邦交的这个原因。谢谢。是想请问说，就是当就是马政府任内，我们是可以派过去，然后他们是有接受我们人道救援。那昨天我们是派民间的搜救团队过去，但是是被拒绝的。那你说被海地政府拒绝？对对对对对。嗯。为什么海地政府会拒绝我们民间的派救援师要去美国？我可没看到消息，拒绝是吧？啊。这个是很奇怪，这个你对民间的拒绝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假如说他对我们官方的拒绝的话呢，那可能是啊我们就要小心了啊。我在部里面当这个司长、次长、部长的时候都是一样，哪一个邦交国啊假如说我们要提供援助给他，他说没兴趣不要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了啊，因为他可能就是啊准备啊改向北京去要求援助啊。但是民间他拒绝，我想不出他原因所在啊，无从回答。谢谢。对对，我觉得黄教授建议不错，他说你不妨去问一下吴钊燮，要不然我就问一下黄伟哲。听说那个民间是台南市嘛，是吧？是吧？要派那个救援队，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黄伟哲台南要派。对，所以你那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碰到民进党的中央政府，碰到民进党的外交部长，这个我们国民党很难替他们回答。对对对，好不好？这个谢谢大家。这个我想这个政局的改变变化是会很大的啊、哦。那。说不定我们过一小阵子，大家又在这边重新见面，谈一谈这个阿富汗的问题啊、哦！谢谢大家，对吧？谢谢，感恩。
对，他们就他们，因为这个是这一块最早的，这个老师跟思明，看过他吗？好，谢谢。